耶和华的山到雅各上帝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圣诗第新圣诗第九首，受造万物欢欣聚集。受造万物欢欣聚集，扬声歌颂赞美上帝。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上帝的慈爱永无止境，创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一同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施行审判和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钉十字架、死、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赐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
而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于上帝。我们信上帝赐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阿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像以赛亚先知一样，看见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的荣耀彰显。我们特别为世界来祷告，特别是为着也门那里有1400万的百姓处于饥饿的状态，求你来施恩怜悯，让国际救援物资能够进去。我们要为台湾来祷告，特别是选举接近，求你施恩保守，让大家来珍惜民主，慎思明辨，可以选贤与能。我们也要为教会来祷告，求你保守教牧团队的每位牧者身心灵跟家庭都蒙你的恩典。我们特别为着昨天刚办完年度的事工研讨会来感恩。我们跟基督精兵协会合作，明年228连假要出队的缅甸短宣队也已经额满，求你来保守队员的培训，还有这个儿童品格营的课程规划。我们要为着我们的伙伴教会南园教会来祷告，特别是为年底他们有名人讲座、福音收割，求你来带领南园能够经历更多的突破与成长。我们要为参与的幸福同工他们的体力和健康来祷告，求你来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得着你的爱来爱人。我们要为着在伦上教会服事的陈一真牧师来祷告，特别是为着他们青少年的事工推展困难，求你亲自来开路，你亲自带领高慧敏传道来配搭青少年的服事，主真的求你亲自来帮助他适应顺利。主，我们特别为着宜真牧师的身体来下腹疼痛来祷告，求你亲自来医治。我们要为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特别是教会长辈们的身体健康。我们要为着不管是正在接受化疗、住院开刀，或者是刚出院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亲自来医治他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下面我们一起来起印，起印文第8，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现在我得以昂首，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你说
你们的面，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不要向我掩面。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下面是要请美琴姐妹来献乐，求主对我述说。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5章1-13节。让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所有干渴的，都当来到水边；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付代价，就可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是食物的东西，用劳碌得来的买那无法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从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悦。当侧耳而听，来到我这里，要听就必存活。我要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给大卫那可靠的慈爱。看啊，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立他做万民的君王和发令者。看啊，你要召集素不认识的国民，素不认识的国民要奔向你，这都因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以色列的圣者已经荣耀了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二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应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他必广行赦免。我的道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是耶和华说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要滋润土地，使地面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的旨意，达成我差他的目的。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欢呼，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蒺藜，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做出永不磨灭的证据。下面是维伦牧师讲到三种人生的风景。几年前，当我还在前一个教会，教会服务的时候，服事的时候，那时候曾经在暑假开了一个课程，因为那时候妇女团契、松年团契有放暑假，然后说，哎，暑假的时候，那我们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后来在那个暑假，我就带领这些教会里的长辈，透过几个礼拜的时间，要他们找他们以前的照片。然后呢，要他们去讲，彼此分享，或是把它写下来。小的时候，你小的时候在你求学还有那个生长的过程，有什么让你印象最深的？然后呢，也问他们，你们那个结婚的时候之前是怎么去相亲的？然后那个过程怎么样？有的说去那个台中的那个公园划船，然后那个过程。然后再讲，那你们生了育女的过程里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经历？那信仰在这个过程里又是什么？我觉得在那个后来最后结束的时候，开学在九月的时候就办了一个展览，每个人他们把他们的照片然后扫描，然后写上他们的生命故事。我发现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会，让人来回想一生当中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彼此的分享。我也听见好多很特别奇妙的故事。而在那个活动一开始的时候，我用了一本叫做《当当当》，跟我回到小时候，让他们去开始去破冰，开始去想以前有些什么事情。所以呢，我就在那个当中呢，有一些的东西是那个时候他们可以看出来的，还有一些声音。就有些人在卖东西，这个他会叫什么声音？修蚂蚱啊。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导会要怎么讲？修蚂蚱，哎，不，臭导虎导会，哦，现在好像是这样。然后这个就有点难了。哦，就有个声音，那个是米得，哦，面茶，就有热的开水，如果倒的时候会哔，有一个声音，然后这样冲那个水，然后泡起来。就从这些事情，好像让他们去思想，哦，对，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些，然后讲到更多的故事，他们就开始想起小时候好些的事情。里面有一些，牧师虽然没有那么年老，也是我童年的一些回忆啦。但是可能这些我在想，对我们第三堂或是教会当中的一些年轻人来说，这些差距很远。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在都市里面
在网络的世界里，哎，少了这些叫卖贩卖的这些事情。但是跟这个比较有关的，我有想到有另外一个，是这个1111，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刚过了这个前段时间，11月11号，那个叫做一个叫做光棍节，叫做单身节，或者叫光光节。我在上网去查了一下，他说，这个节日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在中国，然后在学校或是在网络的这种文化当中，这几年来出来的。然后呢，因为1111好像就是四个，很像是单身，所以就大家说那个时候做一些庆祝。从2009年的时候，离现在不久，10年前，然后呢，大陆的电商呢，网络上的购物呢，他们就开始促销，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所以呢，有很多的促销就开始。想想现在也不到10年的时间，刚好10年，可是在那当中好像又变成了一个特别的节日。或许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会记得在1111的时候他买了什么，买了面膜，买了其他本来想买的然后促销的东西。牧师讲了这两个事情彼此的关联是什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中三种的人生的风貌风景。什么是三种的风景？我们一起来思想。可第一个风景要讲的是，我把它称为一种渴望跟交易的人生。我要问大家，你对你生命当中有渴望跟期待吗？我想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有，我们期待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更有意义的生活，我们渴望往那个方向去走。可能虽然每个人期待的想的东西都不一样，同时要达到那个目标所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有不同的方法。有的靠努力，对学生来说就是努力读书，累积自己的这样的知识跟学习能力。对工作的人来说，他努力工作，争取升迁加薪。或许有的人可能他有个富爸爸富妈妈，多了一些的机会。或许有的人想说，我要是娶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太太，那我少奋斗10年、可能。还是说有人期待他可以嫁入豪门，成为一个小小的贵妇。或有人想，我每个礼拜都去买彩券，要是有一天突然让我中奖了，那我的渴望我的期待就在那里都出来。有人稳扎稳打培养自己往那目标来走，有的可能来想，我需要那个极小的幸福的机遇。或是有的人铤而走险做其他不好的事情，但是他想的不也是一样，为着那个人生的期待跟目标往前走，他希望有一天可以达到。我在学生的时代读过一点点经济学的概念，今天看到道一这个经济学家坐在这里，心里有一点点经济学好像牧师学建筑的，但是读了一点经济学。在那个过程他提到的是什么？他讲到需求，讲到交易，讲到市场的价格。他说人开始就是有一种渴望要去得到满足，为了得到满足，透过一种交换。交换是什么？比方说打鱼的人打到一条鱼，遇到一个农夫，他种了番薯，好，一条鱼跟你换三个番薯，达到交易，大家得到满足。那就慢慢的变成有用货币来决定价值，所以后来呢，就不是物以物易物，就开始我这个多少钱，我们用这个货币来决定这个价值。人努力去劳动生产，你生产的东西去换别人的劳动跟生产，而当中用货币来交易就产生了。那怎么去决定那个价值呢？就透过市场。市场就是有供有需，什么东西比较需要，那个价钱可能比较高，大家就努力去生产，生产多了价格又降低了。所以从那个当中，好像从个人的一个思想，人怎么去努力，就在这个交易需求交易市场里面去看。
而透过这个供需之后，从个人的经济到整体的经济，会讲说那政府在这个市场当中要做些什么，要不要干预，还有其他的事情。再下去我就不敢讲了。虽然只看到这些，但对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帮助我们理解人的处境。我们人很多的时刻不也是这样，在我们渴望达到满足的各样的这种人生风景里，换个角度来说，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叫卖的人。我们要想自己有什么东西有拥有，在人身上希望得到赏识，用我们所有的东西去换得一个好价钱，来交换我们想要得到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也好像就在一连串的劳劳碌碌、忙忙碌碌的当中，去得到一种最大的满足。当牧师这样说的时候，你是否也想想，我们大多数很长的时间，我们的生活的生命处境，这种人生风景是不是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牧师要带领我们大家整个从前面再读下来，因为我们好像也遇到一个同行，这个上帝他也是一个叫卖的人，一个叫卖者。所以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刚刚大家已经有看过，上帝沿街在叫卖，他在卖些什么？我要大家再看一次这段经文，来看这个当中，他在说什么？上帝到底在卖什么？他说：“你们来，你们都来，都来，都来，不用钱，不用钱，来买酒跟奶。上帝是食品业吗？他卖酒跟奶吗？”他说：“为什么买这些其他的食物不能满足？”酒跟奶表达一种人需要的满足，但上帝说那些不是你们最想要最需要的，你们要是什么？听我的话，心中喜乐，就近我，侧耳而听。上帝好像是一个在街道上请大家过来听到底他在卖些什么，然后呢有点知道但是有点不清楚他在卖什么。他要人靠近听他说的话，关于心中的满足，但又没有讲清楚到底卖什么。接着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写说：“我要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的那个可靠的恩典。”这是上帝要卖的，立了一个永远的约，他要做这些给上帝的恩典。但是后面开始有些关于他、你、我。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好了。预备，来。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必招他来，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圣经中有时候有些那个代名词在当中需要多一点时间去看来理解那到底是什么。这里提到的是上帝跟这些他透过先知对这些百姓说，我跟你们立了那个约，就是跟你们的祖先大卫那个可靠的约定。原来上帝卖的东西早就跟这些百姓们已经有连结了，我要立他做万民的见证。这个他是在大卫的这个可靠的恩典里面，好像是他是指大卫，但如果从更长的圣经的启示里，那这一段经文里是提到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在这里面见证成为他们的司令，要招聚许多不同的人能够来到这里，来到这样的一个约的里面，都因耶和华他已经荣耀你。从这段经文的当中，我们好像看见神在这个计划里为那一群是什么样的人。那一群是当以赛亚这个先知传讲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一个灭亡的情境的当中，甚至是已经被掳到异乡的百姓，
当他们在那种生活很困境的当中，听见先知透过以赛亚所讲的话，那他们知道那种满足从哪里来，原来上帝没有忘记他们，原来上帝继续在跟他们立原本那个约定还在那里。说到这里，会不会让我们有一种想法说，哇，这个上帝好像是来那个，要么是来破坏行情的，就好像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啊，怎么有这么便宜的东西啊，那我叫你喝康的代志，就好像在网络上要搜寻什么价钱最低，嘿，别人都卖690，他卖69，你会想什么？哦，赶快下单，这个到时候那个根据这个保那个消费者保护法，他写多少就是多少，还是你在想那可能是假的？牧师就曾经有看到一个东西怎么这么便宜，还想找中心修说我们两个赶快去买，后来那真的被骗，还好没有找他。从那个过程里，上帝成为那个叫卖者，他卖什么？他要大家去听他跟他们的百姓有一个永远的约定，而那个约定，而听到的人到底那价钱是多少，要付上什么代价。接续的经文他写，其实他提到的是要回转，所以从一个人生的风景，人在寻求各种东西不一样，那是一种人生的处境。可是第二种人生的处境是一种回转跟归向。所以这段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预备，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施怜悯。要得到上帝所卖的东西，人要做的是什么？这里提到的是说，来寻找他，来求告他，离开自己的道路，离开那些不义的事情，来转向。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的是一种选择，一种转向。而接续的下一段，在第8节跟第9节，他提到的是说，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你们的。他说，我的意念，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而他提到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段里面讲到，一种是回转，一种是选择。提到道路里，有一种道路，有一种意念。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处境里，在面对许多选择的时候，你有过类似这种的决定吗？人可以在从经济的角度去想，什么是对我最有利的，什么是最便宜的价钱，我去选择，我走那一条这样的道路。但是在圣经里，这讲了人生的第二种风景，一种转向，一种不同的价值，是说好像在选择的过程里，不是在想什么是对我最好的，而是却在想说什么是上帝的，什么是跟我之间做一种决定。或许好些事情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想，但是当我们越在探寻，越去觉察说我到底要做些这个决定的因素是什么的时候，更清楚去意识到到底这是我的意识，单单是靠我的意识去做决定跟选择，还是在这样的选择里面意识到有上帝的意念跟我的意念，我要做什么样的选择。人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去觉察，怎么样去做。我要大家发挥一个想象力，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好像在人自己选择之外，当人生的转向的一个风景是回转归向神的时候，那个选择是不一样的。在那当中，有时候那个旋转是需要回转的。牧师找到一个图，是好像那个路要转一个很大的圈，
或是那个回转，我们想象那个这如果变成是一条河，当一个风景是一个河做一个大的回转的时候，那铁定是一个很特别的风景，对不对？当我转弯的时候，当水回转，我就想到那个瀑布也是一种很大的转弯，它从平的变成直的下来，再变成平的。当那个转弯的时候，就是人生一个很特别的风貌，在那里需要转弯。或是当那个拍照的时候，如果我能够拍到那个毛毛虫从蛹然后变成蝴蝶的那个时候，那也是一个很大生命的转弯。我们生命里除了选择在这个之外，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有时候需要回转。在旧约里面，好些的人物，他们的生命中也因着那种回转，让那个生命有很大的不同，展现出另外一种生命的风貌。我们说，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的祖先有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圣经中记载他们的故事。但我们从如果从三个里面去看，亚伯拉罕他的生命中有很多不同的转弯，他跟随上帝，但是有时候好像没有听得那么清楚，到埃及去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然后就遇到问题，后来又回转又回转。但以撒好像他的生命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变化，他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 的成长。而但雅各又是另外一个生命中有很大转弯的地方。在圣经中好些的人物，他们也是这样，面对一些的混乱或是生命中遇到的处境的时候，他们要决定说我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走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还是走一条上帝要，可能是上帝要我走的道路。在那里面面对内外的张力，面对各种自己的盘算，还是要放下这一切。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都在自己的道路跟上帝的道路里面去做决定。亲爱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否曾经遇过这样的决定？你发觉你的决定不是在我自己用我的想什么对我最好，而是在你的当中你在想，这是我自己要的决定，还是上帝带领我们一起来寻求这样的一个决定？而这是不是你现在这种转弯的人生的风景？一种是需要停下来去思想，到底我现在走到哪里，往前去走。当然不见得每一个这样的回转都是因着我们做了偏离或是什么，但是就是有时候会有些时间点，上帝好像对我们说一些话，要我们的生命中有些转弯，再次去思想。上个主日我们在这里听见林鸿信老师、林鸿信牧师，他分享他生命中不同的经验，他也讲到了马街，讲到了他自己。在想他是我们以前在学校的老师，老师快退休了，都在想象一个退休的生活是怎么样。但他在那个过程里，他分享他自己几年前跟家人去旅游，我想那 有很多画面，去参观了教堂、修道院、图书馆，然后那当中加尔文用法语跟他讲话，这个我还记得，这个 他说的。然后他自己孤独的时候，突然想到上帝要他下一步是什么，转向那种退休生活以后，转向生命中的另一个阶段，他去推动一个神学教育的智库，要让他希望能够上帝呼召他走一条在台湾的教会里成为一个有头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是一种自我的觉察，从神所领受，或许在那当中，在一个决定的时候转向另外一个生命的阶段。亲爱弟兄姐妹，上帝对你我的道路意念是什么？我们是否需要在一些的时间，就好像林鸿信牧师一样，我们停下来思想，我有什么需要回转的地方？我
我相信我们人生都有那些需要回转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回转的时候会看到另外一个人生的风景，在那回转的时候会有那一种哦，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这个上帝的意念、上帝的道路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而第三种人生的风景，在讲到这之前，我要说一下关于选择跟恩典的关系。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这样来想，好像特别用这种眼光来看选择跟恩典，会觉得上帝的恩典不太真实，好像上帝的恩典是来乱的，打坏那个行情，在我们的各种选择决定中本来就只有这样，可是上帝的恩典进入人的历史里，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打破我们一些的观念，扰动我们原本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一种决定。可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去看见上帝知道我们，当人听见这个恩典的时候，心中有这样的声音跟怀疑，所以他继续讲了这段的经文。他说，上帝的话说，从雨雪从天上而降，并不返回，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有吃要吃的有粮，我口所说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枉费。所以神说他的话，虽然我们觉得很奇怪，好像真的是这样吗？但是当上帝的话说，他说我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不会徒然枉费返回。上帝说我说了就会实现，不会食言而肥。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一个这个有主权又主动的上帝启示他自己，而让我们有份在这当中。他邀请我们在这个永远的约定里，我们叫做角色是什么？就是一个跟随走这条道路，然后一种感恩。感恩是什么？感恩很特别，是一种被动的呢，因为感恩一定是别人做一些事情我们才会回应，对不对？那叫做感恩。但是感恩另外一方面又是主动的。感恩发生在一个被动，我们领受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是被动的。但是感恩又是主动的，是因为不是出于勉强，那个感恩是发自内心说我要感恩。所以感恩是一种被动里面的主动，来回应这个主动的上帝。感恩不是平白无故说我要感恩，而是在这个被动当中，后来很主动的发自内心来做。上帝说来，你们来听我的话，来进入这样的恩典里面，来看见我的道路超过你们的道路，你们可否愿意进入到这个永远的恩典里？你们来回转，放下可能你原本想的，我对你们有个特别的计划。而当人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从人生的第一个风景，从渴慕、从交易、叫卖的一个人生的风景，进到另外一个回转归向神的风景，而进入第三个人生的风景。而那个风景在这段经文后面，做这个先知继续说，他说的第三种风景是什么？我觉得这段经文写得很美。他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人生一辈子的渴望满足，不就是在一个欢欢喜喜的往前走，平平安安的觉得被引导吗？可能我们在一生当中所追寻的这一些东西，在这里的描述，而且不只是只有这群人，对先知对他们说的这群百姓，他们可以这样往前走。他说连那个自然界大山小山都发出唱歌，田野都拍掌，然后呢在他们那个迦南地的这个地方，长出松树代替荆棘，长出番石榴代替棘梨，这些长出来的东西好像是个记号，他们很快乐，
而为这个成为一种见证。那代表的是一种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那种人生的风景又不一样，而在当中是一种丰盛的预备。而他们这些，好像从字面前后来看，这些树、这些的植物要成为一种见证。但如果进一步去看，这一群蒙上帝在永约恩典记号的百姓，同时也成为见证，不是吗？他们上帝在这个恩典当中说，你们永远不会被剪除，要永远站立在那里成为见证。牧师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到我之前 有一次跟家人去了那个日本旅游，去了那个黑布立山，去了导游才说不叫黑布立山，叫做立山黑布。然后那是说他们那个地方风景很特别，是说你要坐不同的交通工具到山上。那后来还知道，原来他山上就是日本人 很努力又很聪明，他们要在上面盖个水坝，所以呢就用不同的方式搬运那个工具，然后去修筑。那之后呢，那个水库做好之后，原本那些工具就变成观光的地方，那些工具，所以我们要坐缆车，然后要穿过山洞，然后坐巴士，这样一路往上去，然后再从那边下来。那时候快要变枫叶了，然后呢人真的很多，导游拿着小旗子带着我们大家一路往前走，好要去往前去看那个风景。导游说今天还算人少，到那个枫叶真的来的时候，这里好像全部都是人，挤得满满的，你们要跟好，不要跟丢了。可是在那里人很多，那我们也看，哇，上面风景果然很好的时候，我突然在那里看到一个，我就拍了一张照片。我拍到了一对老夫妇，然后呢，头发，你看，好白哦，好那个。然后呢，他们在一群人在那里观光客跟着走的时候，我看好像他们两个自己来，好像在喝那个清酒。我没有看到他的前面，因为前面就那个看不到脸。但我拍了这一张的时候，在有一种感觉是，人生一心追寻的是什么？他们好像在一群观光客赶着行程也走了那条路，但人生追寻的那个风景，我觉得那里面有一种人生的风景，是或许人努力追寻的人生风景。不只是在那个叫卖，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价钱，找到一些东西让自己满足而已，也在那个当中归向神，原来知道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超出我们想象，我们能够里面领受到恩典，然后欢欢喜喜的平平安安的走一条那种更美更好的人生风景，是享受上帝的陪伴。虽然我们生命中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去决定，要想什么东西买的比较便宜，做些什么事情，但那个欢欢喜喜平平安安蒙引导，那种存着感恩的心，还有走一条这条的道路，还有种能够找到人跟你一起分享，那真是一个很美好的人生风景。最后牧师要给自己给大家八个数字，好，就是1111到1122，111是什么？他说是光棍节，是购物节，是那个带着很多的东西说，哇，我这今年我又买到什么，我赚到了，我赚了5000块，我赚了什么？在当中，那1122是什么？1122如果今年来看，1122是感恩节。虽然你说那是美国的节日，或许说，哦，在感恩节牧师不要找那个火鸡大餐，然后那个送礼，好像在感恩节某个程度也变成一种消费要去满足的过程。但是牧师找了这一张米勒的晚祷，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他在描写一个殷勤工作的一个农夫的家庭，两个人后面是天气已经黄昏快要暗了，远方的时候有那个聚落，还有一个教堂，
我们好像可以听见那个钟声响了，教堂里有人要去开始可能是弥撒或是做礼拜的时候，这一对辛勤劳苦的夫妻放下他们的事情，在那里献上祷告。我觉得那很美的一种风景是，他知道他走的道路不是在那当中只有那个追求交易或是满足以外，他在那里献上感恩，从1111到1122，刚好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或许另外的宣传说，你1111没有买到的，赶快，第二波又要来了。但请我们的基督徒们，我们来思想，在这样一段的日子里，是否上帝对我们在这个礼拜里记得这些，继续对你说话？牧师邀请大家，如果可以，这个礼拜里找个时间，再把以赛亚书55章再读一次。我们刚刚就是一段一段这样读下来，牧师看到跟大家分享三种人生的风景，省思我们人生的风景，我们是否听下来，在许多的叫卖声的当中听见上帝的声音？我们是否在一些地方需要停下来？我们是不是跟上帝越走越近，进入那一种永远的约定，有爱跟分享的人生风景？还是越走越远，好像你越来越听不见上帝对你的心所说的话语？愿我们一起走在这一条，同走这一条回应神有恩典感恩的道路。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在今天这么安静的时刻，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求你透过先知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走在一个怎么样的人生风景中。主，在这一个外面有许多的声音，或我们心中有许多的渴望的时候，我们恳求那天上赐下的活水，那能够让人永远得到饱足的生命的粮食，喂饱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愿意听见你的声音，愿意有回转，重新看见上帝你的道路跟意念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父神，也求你让我们看见，在这时刻里，我们正跟你一起，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走在一个我们值得盼望美好的人生风景中。求主带领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时哦，好哦，这个就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回应的诗歌，我们唱两次。Hey, 我们请起立，一起来唱这首《全然为你》。那我们在唱的时候，边思想这样的心思意念，能够成为我们的回应。我的眼光和
有时透过诗歌也再次表明我们这样的一种心志，我们这时也透过这一首虔诚奉献我全身，再次在上帝面前表明我们全人全心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奉献箱放置在三楼和一楼的接待处。下面我们来关心我们的家事。第一是小会公告，小会通过蔡文伦牧师与教牧团队、杨伯文牧师、陈光胜牧师的续聘，任期四年，从2018年12月9日起至2022年12月8日止，然后接纳周圆圆牧师提出的离任申请，将服事到2019年1月31日。愿上帝引导保守牧师及教会这段变动的日子。欢送会将于明年1月中举行。12月16号有受洗转籍跟洗礼学道班，洗礼学道班上课，前面已经上过两次，第三次是11月24号晚上7:30到9点，在6F03。然后11月23号礼拜五之前需要缴交见证稿，所以如果有需要协助的，请洽办公室。然后12月2号有小会问道理，是礼拜天下午1:30。然后下个礼拜有创世纪的查经班，由茂堂牧师来主讲，是11月26号选举日上午10点在5楼礼拜堂。然后下礼拜天有新朋友联谊会，是下午1:30到3点在6F0405有新朋友联谊会，欢迎半年内到本会聚会的新朋友报名参加。那报名请洽恩慈长老或者是如香执事。然后下礼拜还有礼拜天也有宣道讲座，是带着圣经去宣教及宣教机构的摆摊。那摆摊是早上9点到12点，讲座是下午2点在1楼交易厅，是邀请 James 牧师，就是张哲明牧师来分享他的宣教故事。那摆摊的话是在1楼大厅摆设摊位，欢迎弟兄姐妹一起到这个摊位来关怀我，了解我们不同的我们所支持的不同的机构。那今年的对外宣道基金需要250万，目前仍有缺口153万，请弟兄姐妹踊跃参与奉献。圣诞节有一系列的活动哦，12月6号晚上是我们6:30是圣诞庆祝晚会。16号礼拜天早上有联合礼拜的圣礼典，然后22号礼拜六晚上有福音的戏剧，是圣诞卡，这个可以邀请福音朋友一起来参加。然后礼拜六晚上福音戏剧之后有社区的报佳音，23号礼拜天早上10点有清唱剧，我们要献的是 Sing Christmas， 颂赞圣诞。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有你需要圣诞糕的，我们开放登记到12月2号礼拜天截止。那
好，最后一项是主日开放时间的调整，就是礼拜天的礼拜堂关门的时间要提早到晚上9点，要从会从12月开始执行。那另外的就是圆圆牧师11月20到24号要休假，由光胜牧师来代理。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移者春怡夫妇，他们就最近喜获麟儿，求主保守孩子在上帝的爱中可以平安幸福长大。下面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了，所以不晓得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那如果有的话，请你不要不好意思，可以站起来自我介绍。那如果看到旁边有新朋友，应该赶快检举一下。对，恩子长老是不是要特别介绍那个？还是没有？好，好，假如没有的话，那我们一起来唱《祝福差遣》，恳求主你引导我脚步。兴盛是402首，请起立。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走一条与他同行的路，一起欣赏美好的人生风景，从这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有需要的兄姐，你礼拜后可以到台前来，我们有牧长愿意跟你一起祷告。那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到5楼祷告室，可以安静亲近上帝。